小平教练有没有加强实战？哦，小平教练给我在中间安排了半职业的一个训练计划。来看一下，在金腰带争夺战之前，张小平教练给李斯丹妮整理出来的课表。这是第一周，还有第二周的，来看第二周。你看到没有？那个实战训练车轮战还三回合。哇，在这两周里面，李斯真是把你的强度给加上去了。是的，是的。先来看一下三位经理人对李斯丹妮的 before after。来，先看 before 啊，梦辰，你的 before。 我的 before 就是他就是一直在我心里啊是一个管不住嘴的人。他就是有一个习惯，我们只要聚在一起吃东西，只要手拿东西往嘴里塞，他就会跟着我们一起拿东西往嘴里塞，他从来都管不住自己的嘴，永远是吃东西主题活动积极的参与者，非常积极，从来不落下任何一场。所以呢，这是 before。 我一直觉得他的意志力比较薄弱，但是参加这个节目之后 after 来了，锁上了嘴。哦，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为了这个拳击比赛这个减重减了15斤。结束之后我觉得只要他开心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梦辰，这真是好姐妹才会给出来的 before 和 after。 谢谢子琪，看一下你的 before。 我的 before 是最大力的女人，但是我感觉这个得一起看。我的 after 是最耐打的女人。就是我对她感觉最大的不一样是，我本来以为她只是往前冲的，我们在这个拳台上面完全没有见过零防守，他就是第一个，就是他真的是不觉得疼，他就是很耐打。好，徐璐，李斯丹妮的 before after。 我写的是帅气可爱的女生，这是 before。 对，然后因为我接触下来之后就发现她非常的可爱，她在私下的时候就觉得也是一个气氛担当，这是我对她第一的印象。然后后面来到这里我就觉得她就是三不：不矫情，不服输，还有不放弃。就像我觉得用心写了，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像梦辰说的一样，他为了这来这个节目参加这个比赛，然后瘦了很多斤，我就觉得很有毅力。而且之前上一场比赛我知道他真的整个人瘦得非常就让人心疼，然后我觉得他还去努力去站上拳台去战胜自己，我觉得佩服。来看一看王菊的 before after， 从徐璐开始。自信自律，这就是我对她的印象。我觉得她非常自律，然后也非常自信，每次站在台上她都感觉她身上是散着光的。然后这边我觉得是充满力量，我感觉每次见她都充满能量，然后在拳台上看她打拳也是很棒。是的，是的。来子琪。我写王菊的 before 是黑马小公举。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他非常的冷静，而且他是很有章法的，就是在初学者里边我觉得很意外能够看到这样的表现，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肯定是个黑马了。然后呢 after 就是我果然没看错，确实是个黑马。来梦辰，看一下王菊的 before after。好，王菊的 before 就是美妆达人啊，对，每次看到她都是自己给自己画的非常精致的妆容，然后她的那个 after 就是零包袱达人，因为她那场比赛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她卸掉了所有的妆，轻装上阵，脱掉所有的包袱。所以我就觉得哇，他真的好厉害，因为他就是一直传递给我们都是做自己，不要取悦别人，自己开心快乐是最重要的。是的，是的。
两位女生赛前跟对方宣言。总决赛环节了，我很开心我的对手是你。我希望今天我们能作为艺人的身份给所有的观众展示中国女子力量。非常荣幸我的对手是你，王菊。今天我依然是全力以赴。两位加油，你们二位将开启金腰带之战。我觉得虽然我这个夏天才真的很近距离的接触你，但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充满力量的一个女生，就是无论是她整个人本来一出来的那一份自信，还是她站在这个擂台上面她所散发出来的那个坚韧，我觉得她都是一个充满着力量的一个女生，所以我觉得你太棒了。我觉得是这样的，我其实不怕输，但是我不认输。还有我今天我感觉非常遗憾的一点是什么，自从我练拳击以来，很多帮助过我的教练，带过我的教练都给我很多肯定和鼓励，甚至他们一开始都说我是一个有天赋的人。在练拳击这方面，我一开始很怀疑，我觉得他们就是只是在说好话哄我，但是练到后来我就觉得说我开始爱上这项运动了。在此刻我觉得很难受的一点是，我对所有带过我的教练，包括巴哈特，包括乌兰教练、徐帆教练，时间虽然不久，可是我觉得他们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和肯定，还有张维丽老师，你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信心。我觉得我今天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可以给你们争气了，真的很抱歉。没有了，王爵，你已经打出来了非常非常精彩，并且每一轮每一轮都能够让我们看到你们两个实实在在的在进步的比赛。我们不需要证明我们是冠军，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要证明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全力以赴的。我们再次感谢两位优秀的女拳手，给我们开启了精彩的金腰带之战。伟丽今天本来来不了，伟丽来不了的原因呢是9月10号伟丽就要去美国了，要开始和对二番战对阵 Rose 的二番战。对，是的，加油加油加油，谢谢谢谢大家。因为本来的时候说的，我说这次来不了了，因为时间感特别紧，要好好的训练。但是上次我看完大家比赛以后，我就回去跟我们主教练商量，我说教练，我能不能参加他们总决赛录制啊？我想看他们打比赛，想见证他们的冠军出现，我特别特别想参加。然后经过我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答应了，然后今天就来到这儿了。在这儿呢，维力，我们也要提前祝你旗开得胜，凯旋而归，好不好？加油，谢谢加油，张维力，全力以赴。今天我看到所有人都全力以赴，胜利的，失利的，我所有人都全力以赴。我下一场比赛我也会全力以赴，加油，加油，加油。现在在我旁边的就是这次全力以赴的我们的金腰带了。我在旁边看着也确实很激动，但我觉得这四个金腰带它不仅仅是给我们今天获胜的选手，也是给我们每一位啊在下边练习了的、付出了汗水的选手。今天呢，希望上台的选手呢能够加油啊，他们值得这样沉甸甸的荣誉。